2016足球高尔夫世界杯，中国队加油！2016足球高尔夫世界杯，中国队加油！2016足球高尔夫世界杯，中国队加油！2016年足球高尔夫世界杯，中国队加油！2016足球高尔夫世界杯，中国队加油！2016足球高尔夫世界杯，中国队加油！2016年足球高尔夫世界杯，中国队加油！There is no greater experience than a new challenge. Join us at Mission Hills Football Golf Championship.对我本人来讲，我还是很有信心。包括我对我的三个国家队的队友皮斯维、季杰和刘梦阳来讲，我们四个人应该是很完美的组合。而且在力行上来看，我跟皮斯维擅长打长传，季杰擅长中远距离，刘梦阳擅长近距离。所以无论是从这个长远搭配，而且刘梦阳是职业的高尔夫球选手，他可以在场地的一些走线的信息上可以给我们更多的职业上的参考。所以我认为我们这个配置还非常的乐观。对，我
觉得像刚才在就是新闻发布会的时候，就是栾晨讲的，就是说现在这个运动本身是处于一个初级的阶段，就是说这世界杯也是第二届，那就相当于是十一人足球世界杯的1930年那会儿的那个时候了。所以我觉得现在在世界上来讲的话，虽然我不是特别了解，但是我觉得大家的水平不会拉得特别开，而且作为一个个人项目来讲的话呢，我觉得会更适合中国人一些。然后呢，我觉得作为我本人呢，作为一个职业高尔夫球员，对于就是比如说去到一个陌生场地或者一个陌生的国家，还是比较适应的。然后在这方面的话，我可以给我三个队友分享很多的经验，所以我觉得我们不光是有信心，而且还有信心拿名次。但是足球高尔夫它不会，它纯粹就是一个技术型，它不存在什么对抗啊，大家拼抢啊这种身体接触，它是纯粹一个技术型的。我觉得我们这个四位国脚应该是没问题的，可能会拿成绩回来的。加油！